京报，梁朝伟终于有后了，到53岁刘嘉玲默认美国代孕成功，两人捞来的字真的是娱乐圈一大好消息，他们终于等到了。就在去年底，刘嘉玲怀孕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，之后刘嘉玲表示自己不会怀孕，就算生孩子也是代孕，消息一出让人很震惊。最近有媒体曝光刘嘉玲代孕成功，消息一出各路狗仔蜂拥而至，在各种场合询问此事。刘嘉玲毫不掩饰地表示，请大家静待日后惊喜。而老来的子的梁朝伟被问及此事时，没有承认也没有反驳，心里说不出的感觉，这应该属于默认吧。两人的公开承认引得大家纷纷提前送去祝福，小编想说梁朝伟真不易。梁朝伟与刘嘉玲在1988年彩排舞台剧结缘，相识相恋20载，终于在2008年7月21日两人在南亚佛国不丹完婚。从此两人相互扶持，低调恩爱的成为了娱乐圈时间最长的模范夫妻。如今这样的结局，相信很多网友都很满意，两人强大的基因终于有人继承了。